Zombie Apocalypse。就是大家好，我是小米，今天要来介绍一款很不一样的游戏《拆船模拟器二 Ship Graveyard Simulator Rollup》，由 Games Incubator 开发 ，Games Incubator、Playway SA 共同发行，于 Steam 上架，售价为免费。来参观一下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墓地吧！绵延数公里的海岸线上满是残破的船只，指挥吊具拆解数百艘船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数千吨钢材等待着你去收集，选择你认为最有价值的那一艘，开始你的冒险之旅吧。你将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中扮演一名工人的角色，利用切割、冲压、焊接等方法将整艘船拆除殆尽，出售获得的各类部件，用所得升级你的装置，探索船的所有甲板以找到有价值的物品，并藉此机会探索隐藏在这个惊人巨像中的某些神秘空间。拆船工人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，仅仅利用最简单最基本的工具进行拆卸工作，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各种有毒物质的侵害。你可以出售获得的物品，或将它们与其他物品进行交换，请一定小心，你随时可能发生严重事故甚至死亡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游戏的话，赶紧手刀加到愿清单中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或是想要更多游戏介绍，请帮我按赞并且订阅，你的鼓励与支持会是我继续制作的最大动力。如果你有任何想说或者想补充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及意见。